本节目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指导播出。好，那么我们就抽取今天的攻略主题。本日的新攻略主题就是你是我的好搭子。你是我的好搭子主题规则，玩家需佩戴链接手环两两搭档，探索澳门路环岛的打卡圣地，过程中需要完成默契考验游戏，游戏胜利可增长手环长度，游戏失败则缩短手环长度。就是在我们吃饭之前，那我们先玩一个小游戏，就知道没那么简单。词语接龙游戏规则，单组成员进行四字词语接龙游戏，每人每次仅可说一个字，由下一位队员接龙，依次循环三局两胜，获胜队伍可获得100厘米默契值，失败队伍仅获得50厘米默契值。好，请说出好搭子的四字美德。四字美的，品、学、兼、优、人、品、良、好、人、美、心、善、帅、气、无、比。三、二、一。帅、气、十、足。加快速度了啊！人、见、人、矮、人。高马大眉清目秀光彩照人光彩国木人见人说过了说过了好吧请说出澳门的美食脆皮鸡糊腐式蛋茶干炒牛和车仔面白斩鸡饭地弄汉堡烧鹅牛和游客说过我们说过了、哦、请说出澳门的坐标建筑大三八八里别塔澳门塔威尼斯人酒店酒店银河酒店西纸纸纸地酒酒什么店哎，他那个提示没有啊！把你嘴巴给捂住。我们吃饭的时候有一个考验哈，叫做默契吃饭。吃饭大比拼游戏规则：本轮游戏默契手环将变换为意思体，队员间应在不破坏手环的情况下，同吃完至少一份食物，游戏完成的队伍才可出发至路环十月初五马路寻找宝藏箱。注意，宝箱不全部是奖励，也有惩罚哦。OK。从腿吧，加油！拜拜。
右边，右边，右边。我们已经输了一趴。我们输的只是距啊距离，对距离。先到的有大礼，有惊喜，说是是。老板，打包。哎，打开看看。空的。对我们笑啊，你这个笑容不对啊，为什么我没怪你这么笑，今天不要靠近我。为什么？我劝你不要靠近我啊。我看到了，真心的，我劝你今天不要靠近我，但不一定是好的。对你好，行。阿拉斯，不能让他们找完了吧？已经，对，他们找完了，是假菩提树。哦，它每个树都有名字的。放的地方都有点隐秘。那儿吗？那儿吗？是吗？啊哦 ，yes， 望远镜。恭喜你们找到道具泡泡机，期待你们在打卡过程中的美照哦。这是荷花哎。哎，这儿这儿这儿有一个。呀，等一下。非常抱歉，你找的地雷卡，你们的搭子手环减少十厘米。我已经湿透了，你看我，就是不要晒太阳，一晒太阳就，哇哦，金色的，金色的，绝对话语权卡，恭喜找到绝对话语权卡，在今天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你可以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随时发动。要求同伴或导演组完成自己的心愿一次。哦，我现在要下班。那，哎呦，上去了，上一下，应该可以。哎，小心！恭喜你找到场外求助卡，你可以遇到考验时向路人、好友或导演组求助一次。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好，期待你在拍摄的过程中有美照哦。帮我们拍一张。看像树上。树上，对。我刚刚还有说，会不会在海里？看看这边。不至于，不至于。哎，这边。哦哦哦。
够得着吗 ？Easy。冻结卡，本环节你的搭子将马上被冻结消失。还有这种卡？这个能不能放回去？这种卡也太离谱了吧！让他们拿啊。那怎么办？放回去让他们拿不行吗？那就，那是啊，哦，就是我抽到的，然后是他被冻结，到时候给他配个特效，送。几个了？好多，这么多了，我看。你们不是比我们早来吗？你们找了啥？找到一个冻结卡，我的搭子被冻结了，带走冻结了。就我们仨了？不是，就你们仨，就我一个了。我还要自己去找。好，拜拜。拜拜。你们从那边一路找过来的？那那边没有了呀？不一定啊，还有。行。这个放的有点太好找了吧，也没有，哎，是空的。宝箱收集时间还剩3分钟。时间到，恭喜恭喜恭喜！怎么样？刚刚找宝藏找的怎么样？找了很多张。都找了什么样的宝藏？找到。恰恰恰恰恰。澳门新攻略，今日打卡，请查阅。第一个大卡的地方，望海楼美食。天哪，两个人的默契之中，从现在正式开始了。我就知道没有那么容易让我们吃到饭。哎，叫啥呢？So easy。这个确实是招牌。哦，你没有见过的海，我替你看了。哇，这个景好好看啊！两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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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听话，好可爱。走走走。二一，三二一。